尊敬的清光老和尚，尊敬的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的生活西游难逢，诸位都知道啊，学佛讲经的人啊还有，讲戒律的人呢、没有。我在早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，跟清老和尚的同学，我们都是李老师的学生，我向老师请教，为什么不讲理，为什么不讲戒？老师告诉我，没人学啊！啊，戒律听到之后，觉得一身都不对劲，掉头就去了，没人听啊。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确实，喜欢佛经论里头的道理的人很多，但是真正去做的人呢，太少太少了。那么我在早年，那更早的时期啊，我学佛是学智慧啊，佛法的人戒定慧，我前面两个都不要，我要学智慧啊，学大乘经论。谁教我？方东美教授啊，这个人大概你们都不知道啊。在我那个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这是国际上闻名的一位哲学家啊。我们在台湾遇到啊，他跟我是同乡，所以我亲近他老人家，跟他学哲学啊。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，那么学习不是在学校啊，我原本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。我写一封信给他，写了一篇文章给他，他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。见面之后啊，问我一些学经历啊，我告诉他，我只有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又遇到了国共战争，失学啊，到台湾是一个人到台湾，举目无亲啊，没有任何依靠，没有背景，自己必须要找工作维持自己生活，只喜欢读书啊，听到有这么一个人啊，希望能跟他学。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是现代的学校，63年之前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来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啊！我等于说是被老师完全拒绝了，当然感到很沮丧。那一年我26岁啊，那么做了大概有7-8分钟，老师告诉我，说这样好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一堂课啊，星期天上午9:30到11:30，2个小时。在他家的小客厅，学生只有我一个人，老师也一个人，咱们一对一。我的哲学是这么学来的啊，这是西游南风啊，从西方哲学讲起啊，讲到中国，
最后讲到印度，啊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感到非常讶异。我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尤其佛教给人感觉到的是多神教、泛神教。多神跟泛神呢，在宗教里属于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佛教那么多，啊，给人家起了反感。我说他怎么会有哲学？方老师告诉我，他说你年轻人，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，他没有说佛，跟释迦牟尼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啊，他给我详细介绍，在这个单元讲完，我完全接受了，我了解了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今天佛经哲学不在寺院，我说在哪里？在经典。你要真正探讨这个最高的哲学，你要在大乘经论上下功夫，指出我这条道路。啊，那么没有多久，我就认识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，他是出家人。啊，他是真正的深入经藏的，所以我就离开方老师，亲近张家老师。大师也是给我每个星期天给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，我跟他三年，三年老人家圆寂了。啊，我非常怀念他。啊，这三年当中，我佛学的基础完全是在他那里奠定的。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年轻，确确实实对戒律有很深的误会。啊，对禅定、对般若非常有兴趣。啊，为什么对戒律有那么困难呢？我们年轻人的想法跟老人不一样，我们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。啊，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的古印度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要学他们。啊，那些规矩礼节我们学它有什么用呢？啊，所以这个障碍很大。张家大师非常有智慧，啊，善巧方便，他也不要求我，啊，要求我怕我不耐烦了，不来了，离开他不跟他学了，啊，非常善巧。每一个星期天，我就亲近他老人家，离开的时候。他就送我到门口，啊，送我到大门口，还要给我说一句话：戒律很重要。他说的很慢，我也没在意。那我们就告别离开了。每个星期都有这一句话，所以这三年老人家圆寂，我就想一想，我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，我学了些什么。啊，这一反省呢，戒律很重要这一句话呢就记起来了。我就让我深深去想，为什么说这么多遍，真的重要吗？什么道理？啊，我就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想了两个星期，想通了。啊，怎么通了呢？佛法是除世间法，不是世间法。啊，世间法我们知道，三代夏商周的礼都由
修定啊，适合于现前的社会，国家的大法宪法过若干年也要修订一次。那佛家的戒律为什么永远不修订啊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它是超出世间的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八界，不能改。如果一改啊，就去不了了啊，六道轮回离不开了，十八界也出不去了啊。它是教导我们啊，第一个脱离六道轮回，证阿罗汉果；第二个脱离十法界，啊，证得化身菩萨的果位。因此，佛的戒律是信的，啊，它不是从阿赖耶里面变现出来的，它是从自信里面的，自信。不生不灭啊，自信不增不减啊，自信是真常的，就是永恒的啊，永恒不变。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这才开始看戒律的典籍啊。我看的不懂啊，根本的东西自己就能够掌握住啊，净土也非常难信。我学佛63年，差不多30年之后，我才真正相信净土啊。最早的时候，30岁的时候，禅云法师把净土宗介绍给我，我没有接受。我跟李老师是老师至少也有6、7次很认真地劝我修净土，我也没有接受啊。我是很顽固的一个人啊，把我说服是很不容易啊。我怎么相信净土呢？讲华严经啊，第一次讲华严经，讲了一半啊，也讲了不少年，大概有10几年，讲了一半，突然有一天想起来，我们最佩服的、最敬仰的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啊，这是没话说啊，无比的尊敬。我们就想到文殊普贤学什么法门啊，在华严经上看到53善，善财是文殊的对应门生啊，他学什么？仔细到经典里面呢去找去找，平常大意没看出来，这细心去找啊，原来在40华严第39卷，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成就的，让我们感到汗毛直竖啊。那么回过头来再看53善，善财童子，第一参访的善知识，德云必修。他修什么法？他修波州三昧。专修净土啊，给善财说法，说了21种念佛法，21是表法的，不是数字，代表圆满啊，也就是一切法门都归净土啊。我们看到最后一第53参，普贤菩萨10大愿王到归极乐，我在这个地方相信接受啊，对于禅公，对于李老师无限的感谢啊，他们教我是正确的，是我自己智慧不够啊。那么戒律就明白了啊，戒律比什么都重要
啊，戒律从哪里学起？我们依靠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就是净业三福。啊，大家都很熟。净业三福第一条是根本戒，啊，戒律的大根大本，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。啊，戒律学不成功，你没有根。啊，根是什么呢？根是孝亲尊师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这个是戒律的根。如果没有这两个根，戒律啊，你学的都是表面的，啊，表面的样子，实质上你得不到。由此可知，戒律多困难。啊，那我还有沾一点点边缘，啊，对孝顺父母、尊重师长，我还能做到。啊，我在三个老师，啊，方东梅先生，为什么他特别给我开课，啊，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？那是我对老师的尊重、恭敬，他看出来了，啊。只要是孝亲尊师，这个人可以教，能教得好，啊，他肯学，老师不会放弃他。如果没有孝顺父母，没有尊重老师，那听课旁听就可以了，啊，用不着单独来教我。这个道理要懂。那我跟古人比，跟我上一代的比，我不及格。我的孝敬大概只可以打30分，我自己给自己打分数。古人呢，要有70-80分才能成就啊，我只能有30分了。啊，为什么老师看中我？现在没人干了，现在学校的学生大概只有3分吧，那我30分比他强多了，那所以老师会看中我。要跟他那一代的标准呢，我不及格了，我自己很清楚啊。啊，所以对老师的恭敬，老师能看得出来，啊，这是真正有孝敬，啊，这个人呢可以造就，啊，可以学习，啊，这是老师取学生的标准，我们沾这点光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再去找别人，找不到第二个。我在国外弘扬佛法，语言很殊胜，但是很辛苦。啊，就一个人，孤家寡人一个。每一次回到台湾，我就看李老师，我都向老师请求，希望老师多培养几个学生。啊，我们有同学互相协助。我讲了十几遍，老师听厌烦了。最后一次的时候，老师说：“你替我找学生，我来教。”我以后再不敢讲话，我找不到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太难太难了！没有根基的人，纵然学会了，敌不过烦恼的诱惑。财色名利，你能放下？啊，多少人中途变节，啊，背时叛道，妥，什么原因？不能怪他，他没有扎根，啊，他没有受过扎根教育，啊，烦恼习气重了，怎么能抵得过？啊，我们有这个根，根不够深，跟古人比不够深，啊，但是有这个根。每一天读经、讲经不中断，才能够保住这一点。如果3个月不读经，3个月不讲经，我也抵不过。财色名利的诱惑，那个力量太大了，啊，我很清楚，所以
对于经不起诱惑的人辩解了，我能原谅他，我了解。那为什么这个关太难了，非常不容易突破啊，财色名利哪个不要，高名厚利很快就变形了。所以越想就是戒律重要，从哪里学？从孝亲尊师啊，完全遵守敬业三福的教诲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落实在弟子规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感应篇，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。最后有了这个基础，有了儒跟道的基础，再修十善业不难了。啊，为什么十善业那么难做到？没有儒的根，没有道的根。啊，所以我把这第一条，经营三福第一条，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啊，根本教育决定不能疏忽。啊，无论学什么戒律，修什么方法，都要从这儿扎根，这是人天佛法啊，没有出世，出世第二，有这个基础才能够学佛，就学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啊，最低限度要把上仪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做到啊。这一条沙弥戒在家人可以修啊，扎这个根，然后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决定能够往生啊。早年我在美国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啊，我们的缘在美国见的啊，他一生到美国只去过一次，住了一个月，我们碰到啊，这个老人非常难得，通宗通教，贤密圆融，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，他到这个世界来也是有使命来，就是为做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这大经解他注的，那个时候这本书刚刚完成，我是第一个看到的啊，他只带了一本手写的稿本在美国复印出来时送了我一套，我是第一个看见的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佩服，在海外将无量寿经用夏娃的汇集本，我一个人，在国内呢也只有他一个人，我们两个碰到了无量的欢喜啊，他就劝我成立净宗学会，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啊，国内也没这个缘，希望我在国外建立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加拿大啊，总共差不多有三十多个净宗学会，我写了一个缘起，提出行门五课，这就是戒律。五课第一个，敬业三福，啊，最高指导原则，啊，第二，六合敬，三福六合，第三个三修，戒定慧，三修，第四个，菩萨六度，六波罗，第五个，普贤十愿，
啊，很好记啊，大家都很熟悉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一定要与这五课相应啊，与五课相违背的决定不要去做，不要去想，不要去说啊，不要去做，这就对了啊。我们就守这个戒啊，那真正能守的呢还是不多，我们只能劝不能勉强啊。现在人社会上提倡的自由开放啊，不能侵犯他的自由啊，所以我们只说出来劝导大家啊，他真听懂了愿意做好啊，听不懂不愿意做也好。好在哪里呢？阿赖耶识落下好的种子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遇到缘也能成熟啊。所以总是佛法了，无论对什么人有利没有弊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能够啊请到啊国清六师到此地来为大家传授戒法，稀有难逢啊，这是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啊，我们遇到了啊。他前年来看我，我非常欢喜，我们30年没见面啊，有这么好的成就啊，很难得，希望这个根不能断啊。也有不少同学非常认真地学习来集成这个法门啊。我在早些时候帮助斯里兰卡建立佛教大学啊，我给佛教大学建议一定要开戒律学院，5年毕业，要上这个大学的人先要进戒律学院啊，5年学戒之后才可以学你自己希望学的，或者是先说啊华严，或者是法华，或者是唯识法相啊，你学一个宗派一部经论啊，戒律在先，佛法才能复兴。如果把戒律丢掉之后，学的东西是知识不是智慧啊。海内外许多大学我去参观过，我就看汉学院啊，看有中文学习中文的，特别是学习中国古时候这些经论啊，都是知识，甚至于他们学习是把它当作中国古文化来学习啊，现在没有用，这就非常非常可惜。今天对中国文化认识最清楚、真正透彻、真正了解的是英国汤恩比博士，这第一个；第二个也是英国人罗素啊，其他的都比不上啊，我们中国人没有人能超过他啊。我看了他们的一些资料，我非常佩服，非常尊重啊。我也收集一些给我们同学们做参考啊。现在我看到一本书，日本人写的，这是个有心人，他把汤恩比的著作，他著作很多，从他著作，从他的谈话，在报纸上发表的，杂志上发表的，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文字
通通编成一本书。我们就是希望这个东西啊，居然日本人替我们做出来了。我看到这个书，这个书是1978年出版的啊，他们离过世3年啊，用日本文写的啊，这是好东西。我们读了这个书，对自己传统文化就有信心啊，对传统文化救国家救全世界都能产生坚固的信心啊。那么这个书我印了有几份资料带来了啊，我会供养给老和尚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谢谢大家啊。